同学们，马上就放假了，我来布置一下假期作业。这是语文作业，这是数学作业，这是英语作业。老师，这作业也太多了吧？怎么，你有意见啊？老师，本来其他科目的老师就留了作业，怎么还加出这么多作业呀、多给你们留点作业，还不是为了你们好？正好你们家长也可以多监督监督你们学习，来辅导你们。可这么多，哪做得完呀？既然觉得做不完，那就少玩两个。怎么回事？校长，老师给我们加了好多假期作业，多得根本就做不完。校长，我留的不多，主要是为了同学们的成绩考虑。王老师说的很有道理，我支持。真我逗。假期都乖乖的在家写作业，不过既然放假，还是给孩子们一些玩耍放松的时间吧，家留的作业就算了。讨厌。王老师，既然要放假了，作为老师咱们也不能放松警惕啊。这样，我这里还有很多没判完的卷子，就都交给王老师。我的假期，耶、